钓鲫鱼用几号线？垂钓鲫鱼经常使用到的鱼钩和钓线。一两以下的鲫鱼，鱼钩袖形2号，主线 0.4 号，子线 0.1 至 0.2 号。二，一至二两的鲫鱼，鱼钩袖形3至4号，主线 0.6 号，子线 0.2 至 0.4 号。三，二至四两的鲫鱼，鱼钩袖形3至5号，主线 0.6 至 0.8 号，子线 0.3 至 0.5 号。四，半斤至一斤的鲫鱼，鱼钩袖形5至7号，主线 0.6 至1号，子线 0.4 至 0.6 号。五，一斤以上的鲫鱼，鱼钩袖形6至9号，子线 0.8 至 1.2 号，子线 0.6 至1号。